弄一点就好。哦，不要你一直猛敷的话，它生理自然又吸进来。哦，该敷变成吸。哦，这你自己看哦。哎，动，静，动，静，动，静。
是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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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因为你两股前肩有力，两肩松开，两肩松开，哎，肉骨打开了，它呼吸就外呼吸，它自然会进来，不用担心哦，不用担心哦，你一定的，真的，一再的重复强调，你注重呼就好了，定式的时候，前弓步。后重步的时候呼就好了，哦，你呼做得很准确正确，哎，自然他吸就进来了。怎么讲呢？所谓舍得舍得，哎，比如说我们去登山的时候或者赛跑的时候，气喘得很厉害，气喘得很厉害，那个时候我们是吸还是呼？当然不是说一直去吸呀、啊，那就糟糕了。哎，就是呼啊，都是一直呼，哎，他就吸就进来了。哦，还有那个古时候我们里面的女生，当然你有养 baby 那个小婴儿的时候，古时候啦，现在可能。进步了哈，我们那个时代就是用那个牛奶瓶，他那是塑胶一块，塑胶的样子，你给他一压，一压就是呼啊，啊你手一放开，他自然进来啊，你有没有给他打气？没有啊，哦，所以我们还没有懂劲的人，请你去注重前弓步、后重步，呼就好了。请你暂时不要去挂碍吸，好不好？哦，好，那现在老师要介绍这个已经懂劲的人哦。刚才所说的还没有懂劲。啊，一开始的时候一定要呼吸，啊，配合呼吸，啊，等到你舒懂归懂，哎，有感觉了，有感觉有感受到，那么现在我来介绍这个要注意什么地方，吸凉点劲，提气沉丹田，我不偏不倚，不行不限，因为我们在每一招都有。哦，像红梨溪岸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就是